没交代。叫我们班，因为你们就是蔡老师一直交代毕业吗？对，对吧？蔡老师对，郭老师对对对，一直交代毕业，对啊，对。是的，郭文老师，英文老师。老师，我的英文啊，真的要感谢老师，因为我现在只有国中程度。我现在学的不是，老师真的是，就是因为我国中有给老师教，所以我至少我的英文还有国中程度，但是我也只记得国中的东西，对。真的啊，真的是国一。哎呀，讲的还好是那个哈，不然出国都不敢跟人家讲话。我老婆大学联考英文成绩高我很多，她出国不敢讲，我说。就是没有像我们老师一样，就是一定要讲就对了，有吗？对，一定要讲，一定要站起来，一定要能够答得出来，一定要敢讲。对啊，那时候最常讲的。糟糕，我想跟你至少。Answer my question。至少对不对？对，真的。对，一定要回答。你小时候的字画像跟你儿子现在好像。给你拍拍手，还要钱又出，哇！现在真是全片幅了，怎么那么大台？是不是全片幅了？直接到我们吗？请知会一下好不好？我那个眼袋和那眼睛超级紧张，紧张的。对啊，我时间到了才做，还在觉得你会抓一个三个钟，也做了比较多，搞完再怎么着？对对对，他就是要去找所有的那些文字、译文，反正你去设，我去全决定，真的是全会的嘛，反正我就觉得好难。有时候觉得在那边问，真的自己做，对啊，都自己做的，还要赚钱。这就不管抽到几号，都是那个人上去。哈哈哈哈哈！一个班代表。怎么那么好笑？你们都敢这样子啊？老师校长也没发现。校长想说不要打击。全部上出现的那些基本的一般，所以进去老师的经验都会从每个人都认识，然后也会面对另外一种，其实每个都不会念书，没有互相照应的，没办法互相照应，大家自己都有差。而且他的英文课本，我记得我读复兴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什么时候看到我想进去念的，就是我可以去那个学校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就你们班的有时候是实验班，算不错的成绩。所以那时候复兴，我记得还有一个，他是一个仿正的那个，他原本不念复兴的，后来复兴招生过了，仿正过，然后他后来还是决定要念复兴的，之后就让他很就直接不考试直接进来，很强很重，其实很强。不要只会拍老婆 ，model 可以换一下。我们不要看四十岁的，我们要看25的。女孩子又比较贴心，对，比较贴心，对，其实身体很好，就是我觉得女人都比较贴心，而且会比较想象。那我老婆她是老师的，她是老师，她教生物，高中生物。中山在哪边？中山。中山高中。哦，中山。哇，那怎么？那边去你家去那边远了一点啊？就坐，他是坐捷运的，坐捷运。哎，中正那边要不要那个龙总带你坐？对不对？哎，对。对哈。啊，从那边坐到松山，坐捷运坐松山，他就坐因为站的就站这边了，明德捷运站。可是松山还没有到。松山对，坐松山的市政那边。市政府那边，松山高中。你怎么都知道啊？那你没有多少钱？我够了呀！工作室在那边，那炉子怎么办？
好不好？我没有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没有？我想拿一个。啊、可是那你怎么杀、啊？没有。都是你现在就去给人家开模具，所以你现在就是做手工的。你现在做产品吗？我也比较熟悉的。你现在这里有动作呀？你现在室内设计啊？在路后面那条水沟啊，就直接进去。哦，到了。这样的话，一个月下山顶多两三次，他见不下这个，几乎都不下山。我对西瓜来都是对新的是没有，他西瓜最后去吧，跟他一样，对啊，因为我都在山上啊，随便去拍摄，吃完就开始吃完。我背个相机到城市，先吸啊，自己啊，先吸自己锁啊。刚好有准备回电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坐到小孩那边去。好。那包包记得带着。好。OK。